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救命绿宝石五，上次讲到应该系火箭兵团同埋泽奥，火箭兵团嘅版本同埋泽奥博嘅剧情事件啦。依家咧，我哋就要试下连续咁样打呢个四天王啦。咁我就唔用 SL 大法，俾一个挑战俾自己，睇下赢唔赢到啦。上集就讲到咧，我将只比加超换走咗做呢个大嘴欧嘅。呢只大嘴欧咧，其实就非常之渣啦，系啦。但系咧，佢系加特攻减攻击嘅性格啦，然之后我帮佢配咗个广角眼镜嘅，上集就冇用到嘅，系啦，咁我都未试用广角眼镜系咩效果啦，因为佢连打嘅，所以其实有一定程度嘅风险，系啦。咁然之后李鱼龙啊，原来冇道具嘅，唔怪之得争咁远啦。好，正范定系命咗好咧？其实好似正范会好啲，因为。感觉上命咗好似会好快令佢死，同埋有啲虫咧，四天王佢系有一血根，咁我哋就咁样打啦，系啦，OK 嚟，好，见到佢呢啲啊，一定系光场先噶啦，啊唔系我反射壁嘅嘢，唔好意思，开错咗，啊物攻手应该系反射壁，就用灵魂冲击啦吓，两下打唔死，光场啦呢只，即刻换做李鱼龙。对面都蛔虫，我哋用龙武。对面都龙武，咬佢。哇，超痛！弹跳，得，弹跳。O K， 冇中到啊嘛，对面。好，弹跳。哇，好劲，好犀利呢一个整反，系咁回啊！好，虽然少少少少咁回啦，但系佢一弹跳嗰一下咧，哇，即刻争好远。光场啦呢只，跟住就反射壁可唔可以咧？反射壁唔开啦，我哋用调整啊恶技，一阵间先再开。呢只我哋可以直接换咗你，跟住龙龙舞，再开龙舞。啊，对面仲用火之舞咧，我哋就照咁样打啦。好，冇事，冇烧伤，花木步，红牌。mega 嘅地震啦，好，呢只要即刻走，大嘴鸥啦，即刻落翻鱼，拍落，咁冇咗广角眼镜，暴风，即刻晕咗，暴风，冲浪，再冲浪，佢应该系喐唔到啊，头先，定打唔中我唔知，冲浪啊，再冲浪。做咩？佢中咗啲咩？点解打唔中我哋咩？点解好似冇扣血咁嘅？好咁啊！最麻烦嘅冠军希罗拿到啦，呢只直接用光场先啦。对面用呢只，我哋直接用灵魂冲击，因为佢系特攻手嚟嘅。呢度就直接反射逼死咗佢啦，系啦，冇所谓。我需要一只打得赢佢嘅，谂下先。我谂快过佢应该李鱼龙，我系李鱼龙用弹跳。下秒杀到，跟住美纳斯啦，龙武顶住，冇烧伤 ，OK， 冇烧到，两下应该够杀死嘅，得杀死，红牌唔紧要，有问题呢度啊，呢只会俾佢震死，一定俾佢震死呢只，所以我可能要换只夹破眼蛙死咗先，系啊。咦，唔使死住，但下一弯就死啦。诶，喐到喎 ，OK。李鱼龙唔得啦，因为佢有尖弓，所以我哋用班格奶先，之后用 mega 进化再落咬碎，但系都死咗啦，应该系啦，因为佢呢个太劲啦，呢个地震。我哋呢度照用地震啦，好缓重收场之角。呢只地震，喂 ，OK。再地震，喂，掂啦，好，打啲麻烦嘢，咁呢个时候咧，就到艾利斯光场啦，妖精技啦，秒杀啦，反射壁啦，射身撞，妖精技啦 ，OK， 欺诈啦，李鱼龙啦，龙武啦，雨妻，龙武，再龙武。哎，开错，唔应该龙武，咁多咗下龙武啊！
应该龙武啊呢一下。佢而家开咗两下龙武，我惊惊地，一个地震应该震得死我。哎，我冇事冇事，哎，解决咗麻烦嘢先。始祖大料啊，始祖大料唔惊啦，应该。尖弓得，红牌尖弓，双虎战龙，神通力，再神通力，仲有一弯龙头地鼠出嚟啦，收场之角，地震，岩崩，唉，惊惊地，大佬，好，大唔就 OK 嘅都，但系要小心佢只。盔甲鸟，佢嘅干鸟最麻烦。佢好似冇乜技能，佢好似用嗰啲咩剧毒。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直接用欺诈先啦吓。咁掟，反射壁先啦吓。跟住我即刻换走，但系最后风浪。好啦，佢出呢只，咁我哋都可以换走即刻。换做边只？换做长毛巨波俾佢杀先啦吓，安详得。跟住我哋可以用降技打佢啦，应该系唔走嘅佢。OK 得，快过佢嘅应该我记得，唔系、啊，我好似系我加攻嘅，惊惊地喎，唔得，我要换咗辅助先，我惊惊地，换大最优先。咩噶？进化铁头？嗯？佢知道我换重仲用铁头嘅？通啦，换咗冰冻拳，范格拉啦。咩噶？地震？哇！即刻飞起，尖弓得 OK， 冇中到，唔该，得打得死地震。其实佢都唔使换，诶，冇咗冇咩？冇沙尘暴。Oh my god， 冇沙尘暴，大祸啦！咁就士刀加速啊，加速啊，冇事嘅，应该冇事嘅，急冻拳啫，冇事，得，全力土啊，冇事，仲有冇啊？呢只啊！check 下佢系咩属性，我上集已经讲过，我唔记得呢只咩属性嚟。好 check 完啦，佢系岩石系嚟嘅，咁即系其实系怕水嘅。我哋可以用水打，仲有众人，哇咁多只啊，文文地嘅波士好多啦，争咁多只咩？黑木波啦，冇啦，好，应该有机会杀死嘅波士好多啦，我加个弓。完啦，打完大五啦，辛苦啊！打呢、這、一个，好嚟啦，呢、這、一个就非常之麻烦。我系黑住佢嘅，佢应该会走啦，所以反射壁先啦，系啦，走灵魂冲击，佢系非格斗，所以我哋用灵魂冲击打佢收走嘅正常。咁样换走咧，我哋就即刻换翻大最优上场，暴风啦 ，OK。沙奈朵，沙奈朵唔惊啦，沙奈朵系直接用啫。沙奈朵啊，沙奈朵其实可以硬食嘅呢度，可以硬食到冲啊！啊，暴风，唔记得咗。谂下先，嗯，定我应该用班吉拉出嚟咧，好似唔系咁好。李如龙，龙武，黑暴，快过去，得。杀 ，OK， 希望我好似快唔过去喎，系嘛？哎，得快得过点啊？呢尾路龙就惊冇嘢惊啦吓，我净系得飞行打中佢啦，冇计啦，都要飞啦，仲得，仲都得啦，仲有黏环唔紧要，冇事嘅。哇、哦，双人头锤，翻个奶 ，mega 地震 ，OK， 呢只系。冰岩石啊，好似系冰岩石。尖弓中，
同精灵深厚嘅羁绊啊，造就咗依家强大而且优化嘅你，打从心底敬佩你。米可利君咧对你嘅形容同埋评价总算理解啦。战斗结束之后咧，我哋喺后面间房慢慢深入了解对方。嚟啦，仲有啊，应该好啊，仲有嘅呢度。哇，小茂、啊、青绿，听讲你打赢晒咯，真系犀利啊！我名青绿，曾经关东冠军，不过拜咧 Red 所赐，只系短短一瞬咧。我只要同你对峙一场，我就知道你系咪真系咁英勇善战。佢曾经系冠军，但系俾阿 Red 抢走咗啦，一瞬间就嚟啦。咁啊，初代精灵咧呢一集超能力嘅附敌，咁啊一个光场就应该降低咗佢嘅功效。我哋用恶啦，欺诈，欺诈都打到佢超痛就，黐线。跟住嗰个反射壁啦，对面呢只我唔知道佢系咩倾向，但系应该倾向特。密攻系嘛？系啦，密攻大火推，咁我哋直接用欺诈都打得痛佢啦。佢嗰个系咩啊？佢嗰个系嗰、那个头盔啊，睇唔切。啊，仲有啊唔得，佢有雷技，猛格奶唔得，佢好似有格斗技，搞破人嘛，水炮仲唔得？大比鸟咁就系 mega 进化大比鸟啦。佢用咩好呢？佢应该用飞行技，但系都冇咩拣，我哋神空力啦吓，应该快过我啦。mega 咗，咦唔系，竟然，哇，竟然翻翻去喎 ，U turn。李如龙应该冇得 mega 啦，所以咧，试到神空力啦，继续。哇，唔系话龙武，大镬大镬，危机危机，有点危机。神通力得，佢冇再咩，佢冇再龙武得噶啦，最惊佢继续龙武咬碎直接啊！唔好用岩石，我惊打唔中佢尖弓，但冇事呢嘢死咗 ，OK。龙头地主收场之举应该 OK 啊！椰蛋树应该系用收场之举或者岩骨草系。好似唔用得岩石，我唔记得收场之角先啦。催眠粉，等冇事冇事。但系仲有啦，暴风，佢用暴风 OK， 唔紧要，直接打得啦呢度。顶住，得。以前的我肯定好好招服你嘅，今次嚟到丰原地区咧，为咗调查咧时空扭曲嘅究极之洞而嚟。你嘅事情咧，我从大吾同埋米可利咧已经有所耳闻。起初我仲唔相信你嘅实力，但系咧喺我哋之间嘅对战之后咧，我错咗，相信你嘅实力。阵间咧好好同我讲下究极之洞嘅经历啦，我再梳你一次。据说你有关咧火箭兵嘅消息咧，对呢个情报好关注，一阵再倾。系咪有 red 啊？咁真系，咁应该有 red， 有佢边个嚟嘅呢个？米可利、哦，通过呢场咧同你对战了解呢家强大，将你嘅精灵展现俾我睇啦嘅力量。哇，点样玩啊呢度？咁啊，米可利好似系，还是米可利系四天王咩？好似冠军啊？系咯，好似系，我记得好似系。Hawking王先开个反射壁先啊，劇毒流 ，OK， 惊，光场。咁我哋直接可以走啦，我觉得定死咗其实都得嘅。喂，打死我！好毒死我哋可以即刻换只李如龙啦，好冇咧？应该李如龙可以打死，我觉得龙，再开多下龙，跌水 OK， 跟住直接用咬碎收走。我有红牌。得，唔系啊，美纳斯神通镜反啊，好嘅，试到，哎呦，美纳斯啊，大镬啦，咁就美纳斯，先放大最好先好冇咧，但系好似冇乜特别，翻个拉先，翻个拉之后再开 mega 尖弓，
中啦，唔该你要，应该我快啲嘅。中，睇下啦，佢而家好硬净美纳斯，系啦 ，OK， 咬碎，我唔想 miss 啊，最后嗰下呢度尖攻啦，应该杀得死嘅，哦，冇中到，杀，啱死，中咗伤，咬碎，死，冇中到，但系最后。暴风手，哎好，顶得住，哇好在我有带呢只啫，呢只唔够佢快，但系都唔紧要应该。龙头地主，地震，得 OK， 鱼王地震 ，OK， 完了吧。搞掂，哇！仲有个粒得头盔喎，佢个鲶鱼王，漂亮同埋优雅，你同精灵嘅基本上太耀眼。战斗结束，大家都喺下间房等你。仲有边个？仲有边个啊？系咪仲有 Red 啊？应该，哎，完啦 ！Oh my god， 真系完啦！呢间房用嚟记录咗呢啲通过艰苦战斗取得胜利嘅精灵，呢度系联盟冠军荣耀所在。好难打真系。当我哋记录低作为战胜精灵联盟的你的精的名字和你战斗的伙伴，我们又再次成功赢到这个究极联盟啦！究极联盟同上次不同啦，换了只大嘴鸥，咁对大嘴鸥其实佢的天气咧唔可以话好有用，但系系咯个天气佢唔系为咗成队而设嘅，系通只系为咗佢而设，就因为佢个暴风可以令佢 100% 命中。OK， 好啦，我哋成功打赢咗呢个究极联盟啦。咦，唔系，好啦，诶、新劇情嚟啦，身上有冇携带科斯莫古进化嘅呢？咦，识做万全准备，新任故喂呢度。呢度佢系咩事啊？咦，呢度系冇咩喎？呢度旧师傅嚟喎，系咯，系嘛？我科斯莫古50咧，好似系咪佢嗰旧师傅？哇，系冇晒精灵嘅，